期常卖的卡路里食品三选。Waffle， 第一个印度咖喱奶油咖喱鸡。没想到在台湾吃得到日本印度咖喱店的奶油咖喱鸡的味道，番茄的酸味，洋葱的甜味，香料和腰果的香味真的很好吃。奶油和鲜奶油的奶味也非常浓郁，整体来说温和浓厚的味道，但是后味有香料的辣味，真的很棒。第二个盐味地瓜条，吃一口就完全停不住，调味很简单，砂糖、盐巴、植物油而已，无添加，吃起来很安心，口感非常脆，后味有一点盐巴的味道，但是不是特别咸，虽然长得很普普，但是很想常备的一个零食。你喜欢北港的地瓜片的话，很推荐吃看看。第三个卡乐迪明太子调味粉，跟意大利面拌在一起就可以做好很好吃的明太子意大利面。明太子的味道没有很强，有一点像日本的雪子意大利面，也可以说我小时候的古早味，加一点奶油真的很怀念的味道，当成便当菜或是配其他的小菜一起吃的话真的刚刚好。好了，我这次都在台北的卡乐迪买回来的，如果你有喜欢的产品的话，留言区分享给我。